来聊这个赌博性网站，也就是大部分赌博性网站就分为，我们今天不讲百家乐啦、德州扑克那个东西啦，哦，那个我也做烂掉。我们讲说博球哦，就是运动彩哦，千赌网站最早期嘛，馆长以前那个时代什么天下球版啊、渣渣球版啊，现在早都换掉了哦。那很多问我说这个东西好不好赚？在馆长以前那个年代不好赚，都赚到什么？ 都赚到记在墙壁上的账。我较早的时代啦，差不多我差不多二十五岁、二十五六岁、二十七岁，干几年呢？十五年、十六七年以前，这个东西被玩烂。哦，朋友介绍，哦，上线下线，哦，探追钱耶，哦，兑汇，每天早上兑会的，哦，加开筹码的，哦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好。 那我们讲现金的，金马啦，现在都怎么做？其实现在很多都诈骗。我给你们一个观念，你们想要下球，还是去买政府的吧。现在有一种诈骗的，现在都很聪明啦，你要保球，你钱先汇过来嘛。你把料，我就不让你按了嘛。哦，现在很多都是诈骗的。他一开始跟你玩一下。 后来你大量钱汇进来之后，他就直接把你钱掏走，有这种哦，请你各位小心，因为现在是储值嘛，很像很像玩天堂的概念，很像玩手游的概念，你给他被剥，很像那个线上娱乐百家乐，你被剥，你执行回你来靠料啊，我开店给你，你回一你回一万块，搞一万块的店，他怕你跑嘛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哎、欸。 然后就会了嘛，会了就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这是几种情形，有好几种情形。这是然后庄家就跑了，你会了，约十几二十万、一百万，你信任他，他把你钱卷了跑了。一次卷多一点的钱，卷了跑了。做炸期赌盘，这是第一种。哦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现在最流行的，就是我是他不会骗你，他比较大。 大部分弄黑地在走，这个绝对都兄弟在做。但是他为了要赚钱，他有绝对的信用度。你跟他搏，你钱汇进去，他也不贪。你储你不储值来，你储值不储值来，哦，他就不跟你处理。你不储值，他就不开。这是现金最保险的做法，就是你来我往，然后你要领出来，你要领出，我帮你，我我帮你换。 没有问题，这是算不叫有诚信的人。第三种做法，就是你们看那个新闻，那富少会敲人的，一样是对汇，一样是储值。但是有时候我半夜没现金呢、啊，我叫你拱嘛。赌博最可怕的点就在于说，啊，我我教育各位哦，这个我也深深的经历了。当你输十万，你心里会有一种想法。 好、哦，当你输啊，我们讲，当你输一万，今天晚上你输一万了，你就说我再赌，我只想把这一万拿回来，好了，你就赌下去嘛。结果你又输多输了五万。当你输了五万的时候，你说哇，这个金额有点大了，这个金额已经有点大了。我再赌，我只想把这五万拿回来。好了，干你娘嘞，又输了十万。当你這样想十万、二十万、五十万，你心里永要永远样想说。 我只想把本拿回来，那中间呢，很人很贱的一点就是，你真的把本拿回来了，你今天晚上真的，哎、欸，让你熬到一次回来了，输十万，十万回来了，打平了，你又重蹈覆辙，我过了几千后啊，我落，因为你前面已经抗压性变，你的胃口变大了嘛，那一个晚上落落等嘛，一直到早上嘛。 你当你成本拿回来之后，你又忍不住手痒又下下去，就周而复始，周而复始。他也许从十万、五十万，后来一个晚上滚到两百万，滚到后来呢，你钱不够了嘛，你就打电话，哎、欸，我弄这么久啊，哎、欸，我弄输我多啊，你搞我亏了啦，你搞我亏了，我想要平嘛，好啦，黑道就是等你这句话，反正你钱都会了嘛，他接下来都多的嘛，有亏了。啊。 他知道你一定出不来嘛，好，出不来嘛，钱掉了嘛，输多少可能一个晚上几百万，好，明天人弟弟就过去了嘛，人就过去了嘛，就去你家附近等，不知道知道你在哪里嘛，打电话你不接嘛，人就去打着打着赌啊嘛，本票带着嘛，这个套路不是以前到现在然后拱啊嘛，本票个起了啊嘛，对唔对，本票个起了啊嘛，然后拱落啊嘛。 哦，但是我我讲一句话，我以前混的不怎么样啊，先说啊，我混的很烂啊，对我红家地主，我输啦啊，输到罗马啊，潘家街罗马不知道哦，玩的外面很多，我他妈超对我超弱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,我不是兄弟，我好烂哦啊，对哦，略懂略懂哈、哦，我周遭很多朋友了，以前一起出来的啦，現在很多混的不错，也有很多都进去，也有很多死掉啊、哦，后来为什么很多人就去关？ 你说好赚吗？现今的法律，现在的法律，不要说现在，十年前就好了。你只要敢讲，钱本票，那有用吗？我跟你讲，都没有用。文本票就文具行买嘛。所以说，很多兄弟都没有经商的脑袋，也没有法律知识。你敢讲，就要钱本票，哦。 这个本票是不具有法律效益的，因为只要他去法官，他去警察那边说，这个叫强签本票，他怎么叫你签的？他压着我，打我，那亮枪亮刀。你到法院的是，他是不，所以小叶现在是不承认这个的，很多都不承认本票，恐吓的本票是没有法律效益的。然后呢，赌盘，他还问你，那你为什么有这张本票？ 到警察那边，到法院那边，哦，因为我签赌，哦，签赌先办理，懂吗？所以很多人暴力讨债，先两年起跳。经营赌博网站，你的所有的户头钱都会被充公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兄弟现在都不做赌了？直接做对汇的，要动手动脚，几乎都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你动他，你动到一个打死他，搞不好，搞不好。 你就进去了，所以这样的本票、这样的结构、这样的压人要钱，你也要不到钱嘛，他就是没钱嘛，你只能叫分期还嘛，还到一半人又跑了，他觉得这高小啊，在天上，我要还到什么时候？我工作要工作到什么时候？那我好几好多人，给你白，给你白鸡骨啦，大部分都是一般上班族嘛，如白撸如果撸白撸多嘛，他后面就赖在那边不跟你处理啊，你动他，你动他，他报警。 是你跑还他跑？绝对是你跑。现在的社会环境，十年前就是一样的、啊，一样是你跑，他绝对不会跑。哎、欸，到警察局，不然你来啊，我们去警察局瞧啊。你经营赌博网站啊，你他宅供了呀，你你你你骗我钱呐、啊，你叫我赌啊，所以我才输那么多啊。你也没有陷阱啊，你叫我先生本票啊，不然你要杀我，你要打我啊。所以你说签赌网站好不好做？ 不好做，非常难做，非常难做。人啊，前书桌的时候，烂命一条的时候啊，烂命一条的时候啦，他就会跟你讲，那你搞怕戏，哦，那、啊、你今天别个怕，有人报警，然后警察就抄家灭族了。警察现在超爱抓这个、啊，这个业绩也不错哦、啊，对不对？ 我很多朋友都这样被关的啦，卡诈嘛，刚拔个嘛，怪高人爱讲嘛，最常见的嘛，电击棒嘛，水泼下去嘛，卡嘛，对吧？卡电话在厝叫人提起棒人嘛，对不？卡电话等我咧倒位，我叫人拔掉的，吼，来个拢警察就冲落啊，路人得熟啦。 暴力讨债啦，组织犯罪啦，你你讲讲，你内底啊，起关门啊，穿个规个拢杀起来，一关就一判十五年、十十六年，为着一个十万箍的数，五十万的数。甲鼻啊、甲钉啊、甲拍啊，啊台湾拍死人绝对也对的，把你啊，供死。 做啥？你若讲我是，总会憋气吧？不好走啦，那还好做，还好走，这里、个、富少，这里、个、富少，你看新闻在那一暴恐吓勒索。 讨袂到钱，戆强啊！啊，人个报案啊？啊，报案、啊，人警察已经去办啦。你无爱办，我就找，我就找记者啊。现在记者都缺新闻嘛？哦，啊，现在又对不对？每两年选举一次，天天在扫黑，对不对？不好啦、啊，不好啦、啊，睇无？ 我较早嘛做过我就好啊，我著感觉安尼足袂好个啊。我较早钱去互倒，我著笑笑啊，我著算啦。无要啦，无要啦。 二十号有鞋子、皮包、长夹、短夹，这样皮带、皮带，哎、欸，没有办法打点啦、啊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个社会虽然很黑啦，还没有各位想象那么黑啦。现在各区都有办案压力啦。 你不要那么看轻我们的警察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树有没有枯枝？一定会有，一定会有纵容的，一定会有勾结的。但是事情一上新闻，警察你无拍谁啦？各位警察，你不贴一块耳朵的吗？可不贴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啊？你他当然要拿，他当然有认识。可是当你上新闻之后，他第一个抓的就是你认识的人。 为什么仅仅为什么周洲都要保那兄低？他就要认他就要知道你在哪？上面给压力的时候，他会保他吗？他第一个抓的就是你最认识的警察，哎，了解不？很多很多大哥，你去问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跟警察只是套近乎，但是有业绩压力的时候，第一个请去喝茶就是这些老大。你要不要交人？你不给我们交代，我们没办法升官，那我就天天盯你喽。 你店就不要开了，我天天来领奖喽。嗯、呃，你们各位真的不要觉得，现在社会压力真的很大。你只要一上新闻的东西，警察就是要交人，他就是要拼。你仔细看，谁开枪谁怎么样，他们都为什么现在都要交枪？因为你不交人不交枪，现在都自首啊，小弟安排好了啊。你闹什么事，你马上要交人，他不你不交是不是？你不交，那警察马上施压，马上抓。 你仔细看新闻，是不是都几个小时内破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民主，民主的优势。就说大家常常在骂啊，比如讲新北市啊，侯友谊在干什么，大家都骂了嘛。市长就直接跟局长讲，局长都说：“你给我办，不然我他妈拔分局长，哪一个分局的哪一个地方我就拔掉。”你这压力大不大？压力大不大？要不要动起来？侦查队长就会被记过，要要不要办？你要不要办？ 你多认识，多敢拿钱，你多敢多敢拿钱，等下被你被罚掉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他马上就去抓。所以你仔细看现在新闻啊，台中、高雄什么的，只要发生这种这种这种大事，或是这种新闻一报，他是马上要说几个小时之内人抓到了。大家都在拼业绩嘛，市长要拼政绩嘛，这样就是民主的宅，不然。你看呐、啊。 大家都骂了，哇，妈的，局长干嘛？黑道，黑道，哇，台中不意外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市长？你想象一下，路边拦车打人，十几年前，这他妈的天天上演呐、啊。路边拦车，举棒打人，倒不死啦，开枪打人，杀人，敢砸车，敢拱的，这较早偌济，十万里景，拱了拱啊，拍个党兄，拍个党兄啊，喏，现在一个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仔细看，要选举了。你看看，台中市市长啊，市长诶、欸，去加务病房鞠躬道歉，我对不起。社会舆论压力一上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一个市长诶、欸，市长多大啊？以前去鞠躬道歉的、啊，以前我十几年前打到他妈死人了，也没有看到市长出来啊。市长呢、欸？看我们议员呐、啊？连议员都没看到，看我们立委也没有啦。以前哦，你问啊，聊天室。 以前三重、庐州打打杀杀，天天打打杀杀，哪有什么打打杀杀？很刚好而已啊！还会有个市长来道歉？以前还没有市长，以前我们叫做乡长、台北县县长，是是新北市什么庐州市市长？庐州市一个市长，现在的区长啊，区长来道歉，到你妈！连区长都没看到，连里长、里长也不会去医院啊，不要说市长啊。 所以你看，你看现在，所以台湾正在改变嘛。你混黑道，总有一天会遇到铁板，很快就踢到了。一抓就整串葡萄往上抓。台湾警察真的是越来越强。我现在可以,可以告诉各位啊，我认识非常多警察，那个有些不能讲，你们在干什么，他们都知道。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。 中央有个反黑组啊，你有反黑组，你去查一下中央警政署里面有个反黑组啊，全国黑道都监控，你在哪里卖东西，他都知道。新北市、台北市各局处的刑大、刑事侦查大队、刑大，他们都知道你们在干嘛，谁混得起来，谁最近混得不错，这个是什么头，这个什么帮派的，每一个都知道卖什么药的，他都知道。等你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他就把你活该。 还不够大，还不够大，那大一点可以了。抓台台北台台湾有个调查局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也都知道。哦，调查局也都知道，都会可以拿钱专业机，抓这个都有钱拿的、啊。你们笨笨的嘞！你我跟你讲一句话啦。你再怎么样，这种民间组织，你怎么跟政府机关斗？ 人家要经费有经费，要设备有设备，要监控有监控，什么东西都监到你爆炸，能监的都监的，不能监也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也不知道，要查不查而已啦、啊。 我的资金都大陆的、啊，枪手的、啊，可能在台湾这些人都抓一轮了、啊。前阵子那、這个那天三天前立委来，我就不讲想,想哪个立委，立委来几个立委来，也是说还在办。啊，管不要急啊，这个正义总会还给你。我们都在，我们都我们都交代了，警政署还在办，都在办都在办,都在辦啊，不能讲哦，啊，不能讲就不要讲哦。啊 不是陈明文的、啊，陈明文没有跟我那么好。我们只要，我们呐、啊，把自己做好，是吧？未来的事谁知道，对不对？很多事只能做，不能说嘛。